时候社团就是因为有他们有规划一个自行车的那种旅游，啊，所以当时的负责人是觉得说，可以让来这边骑脚踏车的游客顺便来体验做红豆饼，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训练了一批会做红豆饼的乡民。同时，我就在草屯去学那个植物染色，那学植物染的当中又学到很多那种以前的那种食用色素啦。那同时又开始做红豆饼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来做一点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把我学到的一些食用色素，把它运用到红豆饼上面来。可是呢，除了颜色上看起来缤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让顾客吃起来是健康。所以我的红豆饼就是说，诉求就是健康无负担。我店里的红豆饼目前彩色的部分有五种，然后如果你说再加上原味的话，就是有六种颜色。那像绿色的，我是用抹茶粉去调它的饼皮，然后内馅我是搭那个红豆，因为抹茶跟红豆就真的很搭。然后再来就那个咖啡色，我就饼皮用咖啡粉去调色，然后内馅呢我是搭那个奶油馅，然后吃起来就很像吃可乐青。然后那个粉红色的部分，我是用那个红曲粉，红曲米，然后打成粉去调色。里面呢，目前就是它是做双拼的啦，就是一半红豆一半奶油这样子双馅。那再来黄色的部分，我是用栀子花去当染料。栀子花应该大家比较陌生啦，它就是早期人家做婚会的染料，所以它就黄色的。那你目前呢，里面就是搭芋头。那再来就是那个黑色的部分，黑色的因为我目前就用那个竹炭粉去当调料，然后调成黑色，然后里面是做芝麻馅，所以它整个外观上内馅上都是黑色的。独角兽他们整个团队帮我把整个外面的帆布啊、看板啊，还有旗子整个重新的设计过之后，就是整个让我的店整个焕然一新。而且就是说，把我马考龙的五个颜色就更具体的呈现了出来，然后客人一看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产品有哪些嘛，对，然后也更能够传达了我对马考龙红豆饼想要的一些健康无负担的概念。而且不仅客人来感到惊艳之外，我发现连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刚好这次这个计划有帮我们店家申请这个行动支付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还蛮好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学习到了使用行动支付带来的好处，因为呢不用担心收到假钞，也不用一时忙碌的时候还要去找零钱给客人，更卫生、更轻松，也更快速。因为以前我们要拍要发文啊什么的，都是用自己用手机这样子拍嘛。然后因为这次透过那个专业摄影师来，然后事前又有做一些沟通，拍摄上的沟通之后，就发现真的从摄影师他们不同的角度来拍，原来红豆饼可以把它拍得这么漂亮，让它变得完全姿态不一样，华丽变身。那最后一堂课是学习那个如何善用免费的 Kara 软体来制作公告图，省时省钱，因为不用再像以前啊用纸笔来写公告图，那善用市面上的免费软体来增加店内的行销给消费者，就是说我的红豆饼是会让你健康无负担的。当大家以后在来到万丹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品牌豆厨子能成为万丹马卡龙红豆饼伴手礼。那我也希望说，以后能够给人不单单只是大家印象中的红豆饼师傅，希望成为马卡龙甜点师。